不像拍恐怖片儿，我的天哪！救命啊，车子们，快呀、啊！有人没有啊？救命啊！啊！还得一口。这整个大水漫灌了，就往我营区灌了。该骑骑了，我车都翻了，还是被人热啊？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说。站地记者来了，你看这车。这里是龙海路隧道，隧道出隧道那个口，里面还有人，有好几个人淹死在里面了。看前面是出口，这里是隧道出口。呀，我靠啊！车厢们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到没？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那个肩膀。我先看到有人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外面发的视频。对对。要不要面对面见一下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外面已经在发生了。谁在砸？请不要砸！砸！外面的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。外面着，外面是不是？我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，是不是我最后一条微信？我给你们拍点现场直播。碧云路上，你看看这车互撞，哎，你看这人，哎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小孩，你看这人冲跑了，人冲跑了，哎呀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拉着东西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呀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，哎呀妈呀。小孩冲跑了，人冲跑了。
干一个干一个。我说看见了，你这些早的，我妈家花园木罗大。这些都是红的，你看。OK。快点！